香港由开埠初期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只包括上、中、下环的维多利亚城，经过170多年的都市发展，成为今日的大都会。华商一直在土地开发以及区域发展的当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1841年，当英军占领香港岛的时候，香港岛只有16条村落。根据第一份香港宪报的人口统计，香港岛当时的总人口有7450人。同年6月14日，香港政府在澳门进行了香港开埠后第一次的土地拍卖，当时一共卖出了404幅土地。其實那個土地拍賣嚴格來講是不合法的，1841年的6月未曾真真正正簽訂南京條約的嘛。作為英國人有什麼權利去買這個原本是屬於中國人的土地呢？是不是？沒權的。所以後來也引起很多爭議的，就是說第一次的土地拍賣究竟算不算數呢？其實那個土地為什麼這麼快拿出來拍賣的原因呢，是因為是要找重要的經濟資源去資助殖民政府在這裡運作的。其實在1840年代發展香港的經費主要是來自殖民地部，就並不是香港自己本身在個貿易上面的任何的得益而拿出來的經費的。唯有可以令它賺取到利潤的就是土地咯。为了保证欧洲商人有足够的土地进行贸易，政府在拍卖土地的时候亦刻意在上市场，即是中环歌赋街、荷里活道一带，同埋下市场，即是上环文咸海旁的地段，划出华人活动区域，实行华洋分治。但随着中环的商贸迅速发展，华人人口急剧增长，再加上欧洲人普遍不喜欢和华人同区居住，政府于是在1844年将华人从上市场迁往上环太平山区，从此上环就成为了华人聚居的地方，环境亦变得十分挤迫。而香港第一次实验性填海，原来同1851年底发生在上环下市场，即是大约在而家苏杭街的一场大火有莫大关系。1851年12月28日晚上大约10点左右，下市场的智昌服装店首先起火。由于那里是华人聚居的地方，房屋密集，储存了大量的杂物，又缺乏足够的水源，所以发生火警的时候，火势就一发不可收拾。火场范围东面波及现时的皇后大道中和苏杭街、威灵顿街交界，西面就去到苏杭街、摩利臣街接壤位。火场的面积接近19万平方尺。火烛发生期间，为免火势继续向东蔓延影响到中环地区，军部就用了100磅的炸药炸毁火场附近的房屋，以堵截火势。这场大火最后一共烧了400多间华人房舍，烧死了30人，并留下大量瓦砾。政府趁着今次的大火是推行了首次大规模的填海工程。因为移山填海这个概念就曾经是听过了，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实施到呢？还有怎样实施呢？需要用什么时间，需要用什么人力呢？是未能验证过的。火灾后，港督文咸利用被焚毁的瓦砾
进行政府第一次填海，以苏杭街、威灵顿街、皇后大道三条街的交界为起点，苏杭街、摩利臣街交汇处为终点，将文咸海旁向北伸展，开辟了今日的苏杭街、文咸街一带。第一次大規模的填海工程開展之後，政府可以說是非常滿意的成效，因為所用的資金很少，創造出來的新的土地再次拍賣又是象徵著新的收入，所以政府就想利用同一個模式去解決中環的土地短缺的問題。但是當時的歐洲的商人大力反對，他們的意見就是認為其實我們買這個土地的時候，我們就叫海旁地段，如果你在這裡填了海之後，那我就是海旁地段了，是吧？即海旁地段的意思是不是應該在海邊的呢？如果我變成在大陸的中間，那我還不是海旁地段，我不應該是有這個這麼高的地價的嘛，那我那個土地的價值就下降了，那究竟誰去賠償給我呢？之后，因为国内先后出现太平天国以及红兵之乱，不少人离乡别井，走来香港避难。为应付突然增加的人口，政府开始发展西营盘。咁唔单止太平天国，每一次中国有重大的政治嘅改变咧，嗰啲失败者嚟香港，我哋香港政府都全部收容咗嘅。而佢嚟到呢度，能够俾我哋三个好处啦：第一，充实咗我哋嘅人口。因為我哋需要勞動力啊嘛，而第二嘅係佢哋會帶嚟金錢，幫助到我哋社會發展咯。啊，當然最緊要嘅就係人口同埋金錢啊，於是可以使到我哋各個不同嘅行業啊，能夠得到佢嘅興盛啊。咁所以李星咧就適乎呢個時間，佢就嚟我哋香港呢個地方啦。李星喺1854年跟隨哥哥李良嚟香港創業。从事金钱兑换生意，累积了一定财富之后，李星在1857年在港岛西区大量买地，除了起码头、仓库以及开银号之外，还通过土地买卖和投资房产赚取利润。积极投资香港地产的李星可以说是代表。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嚟香港做生意咧，都係視香港為暫居地。啊，咁佢哋如果要投資地產，其實地產係一種固定資產嚟嘅。咁佢投資咗，如果第日再要將佢變賣，如果受到個政局影響咧，呢一種嘅固定嘅資產咧，佢呢個流動性係好低嘅，所以未必一定係對香港咧有信心。咁所以佢哋投資地產嘅人係會比較少。1864年，李良去世，李星成为了家族的领袖。他之后再大规模进军房地产市场，在上环一带买入大量地皮发展物业，又参与政府的填海工程计划，开辟了李星街和高星街等。其实呢，土地的开发和填海工程呢，它需要技术也需要人力。歐洲商人不是很熱衷去參與這些工程的原因呢，因為他們缺乏人力資源。中國人呢，他們有一個地緣的網絡，政府無可避免地要信賴華人的。李星的地產事業一直發展順利，除了因為有足夠本錢之外，他能夠左右逢源於港府以及清政府之間，亦都是他成功的關鍵。根據所知的李良曾經試過的跟李星，就因他的家族裡面有事，他們甚至可以寫信給李鴻章，叫李鴻章替他們來解決家族的事情。相信一個人能夠寫到信給中央的一個李鴻章這麼重要的人物，李星這個人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在中國官場的地位的人。
咁但係嚟到香港，佢哋亦都因做生意啊，亦都因向政府嚟到申請地方，而呢點係配合政府嘅需要咯。咁所以佢咪同外國嘅人，即係我哋香港嘅政府嘅官員，佢亦都必定有一個好嘅關係啦。1889年，英資地產公司置地成立嘅時候，李星更加成為該公司嘅股東兼董事，足以證明佢喺香港地產界嘅地位，亦同時代表住華商喺19世紀末喺社會地位上進一步提升。香港始終係一個要發展嘅地帶，有商機唔會冇人嚟嘅。佢只不過佢掌握到呢、這個，但係咁，第二個嚟有冇理性嘅條件呢？當然香港有錢人有的是，係咪啊？但係理性嘅條件係佢又要能夠同中國，即係當時滿清，構成一個嘅關係，同香港政府構成關係，而我哋嘅其他華人能唔能夠達成呢兩點呢？咁呢個係一個問話嚟啦。自从1841年开始，香港人口不断上升，当中大部分都集中在维多利亚城。去到20世纪，维多利亚城的人口就已经占了全港人口的60%有多。位于维多利亚城东边的东角，即是今日部分的铜锣湾，当时除了渣甸的码头和仓库等之外，一直都是一处比较荒芜的地方。渣甸就因为它的业务需要，反而看中了在维多利亚城的东边这个铜锣湾这一带地方。那里水的深度就跟中环是不相伯仲，还有一个 挺开阔的景观的。所以那里最初是有个名字叫做东角 East Point， 其实就是英国要来是看住維多利亞港東部的水域的一個觀察點嚟嘅。咁啊，渣甸睇中咗呢個地方咧，於是咧佢就索性就喺拍賣地土地上邊咧，佢就買咗呢笪土地落嚟發展啦。從呢幅1845年嘅香港地圖可以睇到，當時嘅大坑一帶主要都係稻田同耕地。由於位處內海灣，地勢較低。为了防止涨潮时候海水涌入农田，村民就利用石块修筑起一条长堤保护农地。这条长堤就是今日的高士威道。高士威道的英文 Causeway 就是海堤的意思。渣甸咧，佢買咗東角呢個地段之後咧，就通過填海啦，咁平整咗嗰個海岸線咧。佢早期都係發展啲碼頭啊、倉庫啊、工人嘅宿舍等等啦嚇，啲辦公室啊。咁主要都係去協助佢嘅航運啊、貿易嘅業務嘅。咁啊，去到19世紀嘅後期啦，咁佢開始陸續咧就係發展糖廠啦、製冰廠啦，同埋紡織廠嘅，因為呢啲工廠嘅發展咧，係呢個地方係聚集咗好多工人啊，咁慢慢就變成咗一個即係小型嘅商圈。由於渣甸主要嘅業務係貿易同航運，1922年發生嘅海員大罷工就對佢造成重大打擊。咁海員大罷工咧，就對渣甸嘅核心業務打擊非常之大。大致上陷入於財政嘅困難咧，需要咧係資金去套現去周轉嘅。渣甸喺銅鑼灣最重要嘅土地就係靠海呢一帶啦。咁比較上咧係對佢嚟講冇係唔係太重要嘅，就係後邊即係今日麗園山嗰帶咧。咁所以佢係覺得當時即係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賣咗啲地嚟換錢去救翻自己間公司。咁所以就賣咗今日嗰個麗園山呢一個地段出嚟啦。當時嘅華商李希臣眼見中上環一帶嘅發展已經接近飽和，鄰近嘅灣仔地價又已經急升，所以就睇準香港嘅商業活動會向東擴展，
就喺1923年以380万港元向渣甸买入东角山一带嘅土地。买笪地之后咧，本来嘅计划就系去搞地产发展嘅，即系将铜锣湾咧发展成另外一个即系商住嘅区域啦。咁但系早期咧，佢发现呢个地方都唔系话真系咁多人，就觉得买笪地之后，如果即系火速去发展咧，可能唔係一個太好嘅時機嚟嘅，咁所以咧就首先咧係先將個地段咧係平整出嚟一啲可以用嘅地方啦，整個公園啦，同埋整個利舞台咁樣，咁變成咗喺東邊嘅一個都幾受歡迎嘅休閒娛樂嘅一個地段嚟嘅。喺30年代咧，可能係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中國大陸已經係受到即係日本嘅威脅啊！政局幾都唔穩定啊！咁所以一段長時間都維持呢個狀態，直至到戰後，我哋先睇到咧，利家咧係將呢個地段咧係大規模咁發展，剷平個山啊，開路啊，又變成咗今日利源山呢一個地段嘅嗰個樣貌嘅。从铜锣湾的街道名称会发现有很多同利氏家族有关的，例如利源山道、希慎道、兰芳道，以及同利氏家乡四邑有关的恩平道、新宁道、开平道、新会道、白沙道和启超道。我们亦可以看到利家当时在铜锣湾的发展相当有规模。銅鑼灣嗰個發展咧，其實最快速嘅時段咧，應該係大戰之後嘅，大概40年代開始到60年代啦。咁李家喺嗰度咧，平整地段啦，喺住宅啦、商業大廈啦，最後起埋酒店啦，當然都有佢嘅娛樂場所、利舞台啦。咁其實係將銅鑼灣嘅南邊咧，將佢大規模咁變成一個相當現代化喺嗰時嚟講嚇嘅一個發展區嘅，咁亦都吸引咗唔少中產嘅家庭咧搬咗入去嗰度住嘅，就加上即係原來喺銅鑼灣嘅居民咧，呢度變成咗人口係增加得幾快嚇，咁另外就吸引咗大量嘅商店係進駐啦，咁包括即係後來嘅第一代嘅日本嘅百貨公司都喺度開嘅。利家喺銅鑼灣嘅發展咧，可以話佢帶動咗成個地區係向上嘅。即係如果話今日睇翻轉頭咧，如果冇利家當日買嗰笪地咧，同埋去即係積極去發展咧，咁銅鑼灣嗰個發展可能要即係較後期先至會係睇得到成績嘅。咁當然咧，調翻轉嚟講咧，因為利家嘅投資嘅成功嚇，佢嘅眼光啦，咁令到銅鑼灣呢笪地個地價係暴漲嘅。咁可以話利家因為係銅鑼灣地段嘅最大地主啦嚇，咁佢因此亦都係獲利極豐嘅。從發展上環嘅李星到後來銅鑼灣嘅利希慎，我哋都可以睇到地區發展其實同華商有好密切嘅關係。我哋從李星去到利希慎咧，可以睇到一個幾有趣嘅歷史嘅景象，就係一個英國嘅屬土啦，喺咁遠東呢個地方咧，居然咧係後來係靠住華商咧，係幫呢個政府係開拓即係新嘅地域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華商喺19世紀嘅後期咧，中後期啦嚇，已經累積咗相當嘅資本。咁同埋華商咧，佢喺香港嘅投資咧，其實好多時都係會睇重嗰個土地嘅發展嘅。咁於是喺城市發展嘅角度嚟睇咧，華商比起即係外國嘅洋行，佢喺地域發展上面嗰個動力咧，係顯然係更大嘅。咁所以華商可以話係維多利亞城建造之後咧，進一步向外拓展嘅一個主要嘅力量嚟嘅。華商投資落去地產行業，然後又將佢去發揮咧，可以話同政府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因為第一，政府咧就係缺乏
人力資源，啊，亦都要開發個土地。咁華商咧就啱啱好又有呢個網絡可以提供人力。咁然後整好咗個土地之後，個土地嗰個發展用途咧，亦都能夠咧係適合當時嘅社會嘅大眾嘅需要。包括日常生活的需要啦，文娛康體活動的需要啦，都可以照顧到，知道華人有咩需要。咁所以嗰個城市得以咧係蓬勃發展起嚟，而政府因為嗰個城市嘅活躍咧，亦都咧係提升咗香港嘅聲譽，都吸引到好多人咧係願意過嚟香港咧係同香港做生意。咁所以係一個雙贏嘅局面。經過170多年。到了今日，政府仍然维持开埠以来一直沿用的土地发展做法，与私人机构合作协调发展新区域。除了土地，其实在社会及民生入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社会虽然不断向前，但其实历史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发展。